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奇，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关注第六届金不夺网络影视盛典。2021年，我在《御赐小仵作》中饰演了安郡王萧景瑜，也是《只是结婚的关系》中的尹思成，目前正在拍摄《白宇流星》，饰演周天宇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作品，也预祝金不夺影视盛典圆满成功，越办越好，节节高升。